错，又要来开箱我们的 BT21。那这次会买呢，就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过年期间它有点数加倍送的活动，然后加上有一只娃娃，我看很久，一直很想买，所以就买下去啦。今天的开箱会非常的快速，因为东西很少。天哪，但是那只娃娃比我想象中的大超级多耶，是我们圣诞节限定的七米啦。我原本想象的它大概只有这个盒子的八分满吧，结果没想到这么大只。它好像那种玩具总动员里面会动起来的玩具哦。的七米好大只哦，帽子可以拿下来，这大帽可以戴在我头上，好被欺了。好了，这可以戴在小朋友头上，然后有一条围巾也可以拆下来，然后他的小包包里面有放卡片呢。Happy Holidays！ 哇，太可爱了吧！背包也是可以拔下来的。它的脚底写什么 ？From Timmy， 可爱的爸爸。这样我会想要入手 cookie 哎，不行，先暂时冷静。抱起来也很有实感。今天的开箱，你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？但不可能，为了要凑免运费，所以我又买了两只公仔，是久违的抽盲盒，马上来抽吧。从那里掉出这个东西，其他的卡片，然后里面有那个像邮票的东西，它是贴纸哎，一张大张的，两张小张的，一张彩色，一张是绿白，不能叫黑白。轻轻画画，月下明月。你废话不多说，为什么我已经感觉有一只是 RJ 啊，拿起来特别重。一样是我们的街头风公仔，拿上来看。这次我的愿望就是希望不要把盒子开得破破烂烂的，我来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办法，用金刀子试试看。好像有用。这个是这个纸片，可以用掐指一算，目前摸不出个所以然，这怎么好像是抠呀？摸起来有一个尖尖的东西，还是是七米？你赶快来打开。想到居然是帽子，至少我没有得失，没有重复。那另一个愿望就是不要也是帽就可以了。感受一下这个重量，这一只明显的重一些。哎呀，直接把盒子给切坏了。高度，跟这个不一样。那不是作者的，那应该就不是 cookie。
不可能是 shooting。有没有拿滑板摸一下？完蛋了，怎么好像有拿滑板？完蛋了，是不是抠呀？怎么老是抠到一样的嘞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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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是 Timmy！ 我终于抽到 Timmy。我终于逃脱盲盒抽不到七米的命运了。2023年，哎，今天开箱就到这里结束，拜拜。七米，我终于抽到七米，七米。